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2021的自然发音。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那个卷舌音二先，好，先就是好。在英文啊，母音字母是 A E I O U 这五个母音字母，可是当它遇到 R 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变成不同的音。之前有看到 OR 的时候，常会念 OR，但是它也可能念等一下会讲到的一个 R。好，那IR、ER、UR 都会念二这个卷舌音，那这个音二跟这个二，好，它都是同样的发音位置。那区别的话，二这个字它一的这个发音是在重音的部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IR 念二，就是 girl 的二，好 girl 女孩二的。bird 鸟，好 birth 的 a birthday 生日，好 first 第一 shirt 衬衫，好 sir 先生 skirt 裙子 third 第三 the earth dirt dirt 土 the earth e dirty dirty 这边两个音节 y 在前面有母音之后，那它就会念 e 的音，所以这边是 t， 它这边是重音的 er dirt dirty dirty。 好， er 的话也可能念轻音节的 er， 好，但是只有它是一个音的时候，母音的时候，只有它呀、yeah, 这两个字母当母音的时候，就是说它是重音节的二。好 ，turn， 好 ，term， 就是期，一期两期，学期的期。jerk， 好，笨蛋，是用来骂人的。perk， 好，公司的福利跟津贴。verb， 动词。serve， 好，大家注意一下，假如你最后面这个一的话，它前面是子音的话，它99%都不发音。好，所以最后这个一你往前看，它是子音的话，通常不会发音。好 ，serve 就是服务的意思。her， 他，好，这个是受格的他。merge 合并，好 ，g 在 e i y 前面不念个，会念 g 的音，像 j 的那个 j 那个 g 的音。好 ，nerve 神经，刚刚讲了，最后这个 e 前面是子音，不发音。好 ，clerk 啊，就是店员的意思。germ 啊，刚才讲过 ，g 在 e i y 前面念 g 的音。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UR 也念 R 的音，好 R 卷舌重音 turn 就是转，左转右转，转弯的那个转。 burn 好，就是燃烧的意思。 surf 冲浪。 nurse 啊，刚刚讲过 ，e 在最后面，前面是子音，它不发音。好 ，purse 啊，这个跟刚刚一样，这个 e 不发音。hurt 受伤。church 教堂，前面 ch 念 ch， 后面 ch 还是念 ch。好 ，burst 爆发。a 好 the a day Thursday 好 Thursday 星期四，它有两个音节。好，最后这个字有两个音节，这个 e y 这边念 e 哈，钥匙有没有那个 key？ 那前面是 er tur tur er ke e turkey turkey 火鸡。好，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轻音节的 e r 跟 o r。好，在最后面。刚刚看的这其实它都是不一定在最后面，但它大部分都是在中间，对不对？
当 ER、OR 放在字尾的时候，好，放在一个字的最后面的时候，前面还有别的母音的时候，它通常都是念清音节的 er。好，那这个 er 跟这个 er 其实差别不太大。你重音的话，你就念大声一点，重一点。好，杰西教的这个诀窍。然后轻一点，你就是念轻一点点二这样子。那因为它其实会有另外一个重音节，那个重音节会比较念的比较重，自然你这个第二个音节轻音节就会念的比较轻。好，teacher，teacher，有没有？后面是 cher，前面是 t，teacher，teacher，重音在前面，老师。gamer，gamer，好。这边本来游戏是 game，那再加上一个 r，好，就是变成多一个 r 的音，所以变 gamer。那这边的话，lose 本来这个 o 这里比较特别，念它不是念 o，它念 u 的音。好，lose，好，loser，loser，好，这个 s 会念 z 的音，lose。好，那这个 z 啊，the u，loser。loser 输掉的人，好，下面这里的也是一样，好，你会发现这不是你教的发音规则，i 要念 e 啊，或者 i 要念 i 啊，这边是 i 念 i，所以是 i tie，然后再加上个，再加上个 er，好，所以 girl i tie tiger 老虎，好。那这边的话，刚刚这边 i 念 i，对不对？这边的 i 这个 e 就不管，这只有念短音的 e re 啊 fear river 湖。好，你说发音就是大规则啦，但是它大概有30%左右不是，你就看到一个记忆，而且都是很常见的 river tiger 这种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比较不会错这样子。好像这个也是不合发音规则的，这个 a 念 r 的音，就是 o box o r box 那个 r 的音，但是这边是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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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水，的 er under under 在下面，这就有知道发音规则。好，这里的话有三个音节，重音是在第二个音节，这个 u 念 u 的音，tr 就是 ter，这边是 pu pu。O，等一下会看到，在清音节都可以念 computer 电脑。好，这个 AU 念 O，下巴往下 O。GH 不发音 da，然后这个 TR daughter 女儿。好，这边的话 U 是念 cos。好，这边清音节念 turn，最后面 MER 念 mer customer 顾客。好，再来我们看到这边的话一样，刚刚是 ER 在字尾，对不对？现在 OR 在字尾也一样 ，act， 那 T 是 T，OR 念 R，所以这是 T，actor 演员。好，U 这里是念五的音 ，to， 好 ，TOR 就 T，tutor 家教。好，MAY 是 A main mayor 好市长。再来这边是 AI 是 A 好 SAIL sail 的话就是航行，那人呢 LOR 是 the sailor 船员。好，那这个就以此类推 Taylor 裁缝。好，再来这边的话是 Fick， 那这是 Ter 胜利 Victor 好，那这个字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是 O 是 R DuckUR 是 ter 的 ark ter doctor 医生。好，这个 dor der 好，那这个前面一念 act a van v n d er fender 小贩摊贩的意思。好 ，ror 是 er 对不对？然后这边就是 r， 然后这个是一个 me 短音的 e me me r er mirror。Mirror 镜子，好，这边的 u 念 u 的音 ，junior 好，这个字比较特别。好 ，or 的字就是照规则，完全照规则没有那么多，所以有几个不照规则，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好。
好，最后 a 呀、e 呀、i 呀、o 啊、u 啊这些母音字母，它只要在清洁的时候，它都可以念呃，它也可以念 i 短音的 i。好，那比方说哪个字呢？这个 jacket，好，这个是短，这个念 i，它也是一个清音节的。但是念呃的会变念 i 的还多啊，有时候呃 i 两个都有人念。好，这边我们都看到念呃的。好，这个 go 这边是中音节，所以这边是 ago，ago。好，这边第二个啊，ago 是之前，然后 way 这边是中音节，所以是 away，away，然后就是在别的地方。好，学生这个 e 呀，重音是在前面，student，有没有呃的音？student，student，student，学生。好，那这个重音在前面，ha，那么 apple 的 a，ha，然后这个 e 是呃的音，pen。Happen，happen，happen, 发生。好，再来我们要看到这个 en 是 e 对不对？bu，b，b，e，u，然后这个 t 这个是 i，它是清音节的念 e，这个是 u 清音节也念 e，在这边。好，所以它是 beautiful，有没有？t，f，t，f 都是清音节的 beautiful。好，下面这字有点难念，def。Ne, t, li，好，所以这个 e 的地方是念 t，definite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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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然的。好，再来 day 这边是中音节，所以这个 o 是清音节，today，today，今天。好，那这边重音在前面，刚刚讲这个 e r 是二的音，对不对？person，person，person, 好，这个 sen 二的地方是清音节，所以 o 这边是清音节的二。好，再来是。Enough，enough，enough, 好，等我查一下字典。好，对不起大家，我有点不想重复，但是我觉得我单字好像举错了，所以我先确认一下。好，因为 o u 的话，我觉得它念呃的音对，所以它是 enough，没有这个呃的音。好，这个字我赶快确认一下。Suppose，我不是打 S U P P O S E 吗？好，suppose 的音，suppose，suppose，猜一下。好，最后一个 beautiful，刚刚讲这个呃的音，beautiful，美丽的。好，今天没有很专业，对不起，这个 suppose，对不起大家。好。那总之呢，谢谢大家的收看，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几个音，二跟二，好，它的发音位置是一样的，你的舌头位置是一样的，二卷舌一点点，二不卷舌。好，那今天讲的母音就到这边。哎，对不起，还有一个，因为我们讲到跟 R 嘛，刚刚还有 OR，那 AR 在一起的时候呢？AR 的话，通常就会念 R，好 R 怎么记呢？汽车这个 car，好 car 就很好记。Arm 手臂。Art 就是艺术。Bar 就是酒吧。Car 就是汽车。Far 就是远的。The arc dark。Dark 黑暗的，mark mark mark 记号，yard yard yard 庭院，smart smart smart 聪明的，start start start 开始，所以记得 ar 的时候念 r，那 er 的时候呢念 er，好，或者是 er，那 ir 的时候呢念 er。好，A I O R 的时候念清洁的 R，那 U R 的时候念 R。好，O R 还有一个特别会，也可能念 O R。所以这几个只要是母音跟 R 在一起的话，它都会变化，稍微注意一下。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跟杰西，就看到最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喜欢的话欢迎按赞。杰西有脸书、部落格、YouTube 频道，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我们下次见了，拜拜。